还跟那家伙说要公平竞争，可是在爱情的世界有公平这两个字吗？昨天你们在山洞里到底做些什么？奈特，奈特，把门打开。奈特他是怎么了？是系统故障了吗？小飞到底在哪里？放手，不管你跟宗子说什么，你男朋友就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我。民视频道绝对 Darling。